好，预备。哎呦，哎呦，没有准备，没有准备好。哇，小心小心，不要放绳子，不要放绳子，哎，对了，哇，不是他们没有准备好，就已经要看手势，哎，这样会受伤，要小心，要看手势，哇。刚才有特别讲要看手势哈，哦，这样子有时候力量大到会要小心。好，所以一定要请我们各队伍要注意看我们的裁判的手势。爆发，爆发二点零，慢一点爆发，慢一点，慢0.8秒可以吗？嗯，是很有爆发力。太有了哇！所以我们的经贸交流发展协会要加油。我觉得他们就是志在这个参与活动，享受比赛的乐趣。没错。那我们还是要展现是我们运动员的精神。对。坚持到底，所以我们不要放绳子，不要放绳子，非常危险。爆发2.0，那主持人拜托晚0.8秒爆发，先定一下好不好？爆发2.0，定一下，定一下，莫想紧啊。爆发2.0已经接收到主持人的这个招式了哈，晚0.8秒爆发啊！李泰巴朗今年是减入。来，经贸协会，你们的距离哈，一个手臂的距离，你们太靠近了，一个手臂的距离，哎，一个手臂的距离，你们太挤了，对，一个手臂的距离，哎。我问英姐，你是减入组，减入组，谢谢。好，取绳，好，要看手势哦，要看手势哦，双手往下就是开始，要往下蹲。我问英姐，请到减入处报道。来，白队前进一点点，白队前进一点点，后黑队后退一点点，白队前进一点点。来看手势，看裁判手势。好，重心往后，重心往后。我爱方如，请到检录处报道。来，黑队再往后拉，黑队再往后拉。哎，好，好，重心往后蹲。黑队好，停，预备。有，对对对，好，可以，好，就是这样，完全有配合，可以爆发了，哎，来，坚持住哦，坚持，哎，好，不要放绳，不要放绳，好，哇，你看，哇，哇哇哇，刚才我们经贸协会又破大会记录了，坚持的秒数11.96秒啊，11.96秒，破大会记录，哇，感谢爆发力游玩的0.8秒爆发。真的，很谢谢我们协会的我们的部落青年。是，还有还要击掌，还有还要击掌，还要击掌，来，我们还要击掌哈，还要击掌。我们运动员的精神。谢谢你们，哇，太棒了。好，非常欢迎陈莹委员也在我们的现场来关心大家。他在现场会到这跟大家来打招呼，请大家哦看到他跟他最好的微笑啊，微笑给你们。李泰邦青年体质检入组检入，谢谢委员。我们要进行是我们的传统拔河的竞赛，越后面的队伍越来越精彩哦。哦，真的很感谢刚才爆发力哦，因为我真的我很怕那个经贸协会的小朋友会受伤，谢谢你们，哦，让他们体验了拔河啊。是每个都是专业的那个选手。是啊。对，还可以控制那个爆发的时间。